如果有一天吃完胖子，你送个大胖子了哈！你看你胖成这样，你要减肥。你看，你还说你，你还打我。你看这个胸膛胖的，你看。痛了忧伤，想着他就会有好梦一场。你是不是太胖了？他打我。No, 就要叫我 no, 医生建议10万是154克，有点超重，说要控制他的食量。再说你呢，不准。看，害怕了吧？20万不是好惹的，你再惹他。